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蘸水一方的频道。我们院处长都碰到疫情货没办法发出来，但是就给他扣到那里扣一年多，但是外面客户人家都取消掉，然后赔钱赔了一下。我们这位摊主刚刚在解释为什么他的不锈钢碗会在这里廉价出售，一个304不锈钢碗才卖1块钱，看来法盛大部分人都还甩不掉口罩，而在曼哈顿却很少人戴了。游行当天几乎是看不到有人戴口罩的。前面幸福堂前聚集了一群人，是有什么特价吗？这里又是一群人围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关注他，然后要点赞。你要不要看啊？没有啊。小红书关注我们，关注我们哦。小红书扫一下那里哦，关注我们，然后分享一下，可以啊。原来是关注100艘送好礼，又是销售套路，究竟可以拿到什么赠品呢？好啊，有关注吗？分享一下哦。走。拿到了。Thank you. Happy holiday.这是我今天在二手货摊买到的好货，这是 IKEA 的两个陶瓷碗，是我喜欢的米色，而且造型稍微现代感一点。我最后也买了不锈钢碗，但名是不锈钢。这个碗美观又实用，若没买那两个陶瓷碗的话，我会买两个不锈钢碗的。事情总是如此，你要找的时候遍寻不着，找到之后，其他选择却又纷纷出现。